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那边怎么去？我再研究。哦，那下面有个东西可以拿。赎罪。灵魂宝石。所以我又回到了。外面当然也是不能够回去，好吧，为了这两个东西啦。这边要重新走回来就是了。就是这里，哎呀，想说超捷径就超错地方，这里不是捷径，反而是原路啊。先把我的魂捡回来。哦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太好了，打起来我最开心了。这两只也太威了吧，整个夸张啊。你们帮我打，我打，看这边吧，这一次的时候到了。背刺竟然没死，原来背刺不是必杀哦。主要我得等他们打起来。
差距。怪都不会死，什么意思啊？好香的啦！我先去捡回我的灵魂好了。哎，捡回灵魂的瞬间，那两只黑骑士留给怪打，可是那两只黑骑士，太强了，怪打不死。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哦，我被包围了！打，你们快打起来，快打！对对对对对，交给你们了。我看我等一下灵魂捡回来什么都不要打，别往前冲了，这两只实在是太强了，之前一只我就对付不了了，何况是两只。你们去打吧，你们去打吧。怪这么多啊！开门！开门！还好开门的速度无敌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小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